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头陀渊、小桃红为您播讲，陈东创作的《遮天》，后期制作小白菜。第162集。姬皓月非常平静，身后潮起潮落，波涛汹涌，一个大浪涌过，一下子将那翠绿的山峰卷了下去，沉入汪洋，彻底消失不见。姬家的这年轻人没有任何动作，从容而镇定，仅凭轮海异象就直接收走了老玉的重宝。这妖族的老玉神色变了又变，他彻底的与自己的武器失去了联系，再也无法感应到。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你妖族老玉进退不得，颜如玉在后传音速退。老玉果断后退，他知道根本不可能是这个紫衣男子的对手，对方深不可测，既然已经来了就不要走了。姬皓月终于主动出手，他迈出短山，在虚空中踏步，数步就追上了老玉，碧海滔天，一下子将其笼罩了进去。不！老玉大叫，在这一刻，他浑身绽放五色光华，化成一头巨鸟，足有山岳般那么大，拍击浪涛，冲天而上。可是，碧绿的汪洋像是有可怕的魔力，根本无法摆脱，大浪汹涌，将它淹没，根本挣扎不出去。杀！两名年轻的妖族女子同时冲了过来，想要解救老玉。两人合力祭出了一件重宝，一口金蛟剪化成蛟龙，摇头摆尾冲了下来，长达百余米，吞云吐雾，金霞缭绕，交叉在一起，足以剪断山峰，端的是可怕无比。然而这样强大的宝物在姬皓月面前根本无用，他头上那轮明月清晰洒落，点点柔和的光芒溢出，顿时让金蛟剪光华暗淡，而后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，当场碎裂。所有人都倒吸凉气，异象所具有的威力超越重宝，实在是神秘莫测。两名女子想要后退，但是如陷泥沼，难以动弹一下，而后身不由己，快速向姬皓月身后的碧海中坠落而去。颜如玉命令谁也不得擅自出手，可是还是晚了，又有五名女子飞了出去，各自祭出武器攻杀向姬皓月。云雾翻腾，群山摇颤，五件灵宝化成神虹，划破长空，如璀璨彗星撞击大地，震压而下。一切都是徒劳的。姬皓月转身，头顶上方那轮明月银辉漫洒，非常祥和与绚丽，点点圣洁光辉洒下后，五件强大的灵宝瞬间暗淡，当场化成齑粉，根本无法抗衡。五人同时坠落进碧海中，再也难以震动。姬皓月转眼间拿下八位妖族强者，胜似闲庭信步，没有一丝的吃力感，非常的从容。明月悬挂，碧海波光粼粼，他如神奇一般，浑身都被圣洁的月华所笼罩。我再说一遍，将妖帝圣兵留下。你妄想！妖族中一位老妪冷喝，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大开杀戒了。姬皓月神色渐渐冰冷了下来，缓度在虚空中迈步向前逼来，群山都因他而在轻轻地颤抖。碧海中数声惨叫传出，八名被俘的妖族强者全部人头落地，坠落出那片汪洋。颜如玉对众人下达了谁也不许恋战、向外突围的命令，除却颜如玉外，叶凡也被几名老妪守护，此外还有一口石棺，
同样妖族高手围了过来，叶凡猜想里面多半是庞博，可惜他没有办法打开。想走那是不可能的。姬皓月走上前来，同时间四周的山峰上人影绰绰，向前围堵而来。在这一刻混战爆发了，所有人都出手了。姬皓月步履从容，犹如谪仙临尘，没有人可以阻挡他。明月高悬，只要被月华照射到，莫不形神俱灭。三名老妪亲自出手向他杀去，为其他人争取时间。另有十几名年轻的妖族女子也跟随上前，各展神通手段，祭出重宝围杀姬皓月。绚烂光华冲天，群山摇动，大地崩裂，所有人都出手了。这里几近沸腾，到处都是人影，到处都是喊杀声。姬皓月依然是飘逸出尘，但却像是拥有魔性一般，眼中紫光闪烁，头顶上的那轮明月不断地照射向四方。十几名妖族女子全都被洞穿，血液迸溅，尸体坠落而下。三名老妪虽然冲到了近前，但也难敌碧海滔天，全都被卷了进去。那轮明月轻轻地转动而过，三颗头颅坠落下天空。妖族一有血性，很多人眼红，杀向他那里。姬皓月眼睛都不曾眨动一下，紫衣猎猎作响，他大步前行，尸体一具一具地倒在他的脚下，周围鲜血漫空，尸骨数不清。他像是一个修罗王一般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紫衣所向，挡者披靡，神体出城便注定要名震东荒。妖族的强者不断地倒下，姬皓月所过之处尸体横陈，鲜血无尽，无尽的生命为他铺就了一条血路，无人可与之争锋。喊杀声震天，姬家的修士与妖族的强者大战连连，灵宝漫天飞舞，将周围的大山全都击碎了。颜如玉他杀出了一条血路，命人带着那口石棺突围而去，然后再次杀了进去，营救其他妖族强者。这个时候他终于对上了姬皓月了。皓月，小心那把妖帝圣兵。两名老者无声无息地挡在姬皓月的身前，同时向颜如玉出手。嗤的一声，妖帝圣兵横扫，山河失色，天穹摇动，颜如玉的掌心中神霞漫天。那两名老者惨叫都未来得及发出，便当场粉碎，化成血雾，消散在天地间。妖帝圣兵果然名不虚传。姬皓月神色肃穆，但并无惧意。在他头顶上方有一面古老的铜镜，沉沉浮浮流转出迷蒙的混沌气息，姬家的古镜。远处叶凡心中震动，对方神体出城就有如此威势，异象半生，给了他强烈的冲击。他渴望挖掘出圣体的无尽潜能。